大众请起立，请合掌。礼佛三问讯，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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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南无阿弥陀
佛，南无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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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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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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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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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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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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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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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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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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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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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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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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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
陀佛，南无阿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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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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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
弥陀佛。南无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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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弥陀
佛，南无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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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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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
阿弥陀佛。南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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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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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
弥陀佛。南无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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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弥陀佛。大众请起立。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平等施一切，同发菩提心，往生安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无恙为恙，这是上法然上人所说的，就念佛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，恙就是一个形象啊，模式啊，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，这个就是念佛的样子。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念佛，大声小声，高调低调，跑调不跑调都可以的。称念弥陀的名号，称名其实很简单的，称名就是称呼他的名字，就善导大师解释的，称我名字，我叫什么名字你就喊什么名字就可以了，这就是称名，这也就是念佛，就很简单，没那么复杂，不在于说你要怎么念，是在于你念的是谁，你怎么念，你念的是我都白搭，你念的净宗法师，你再怎么念你也白搭啊，你念的阿弥陀佛，你随便念你就过去，你就可以到净土。所以只是我们所念的名号它殊胜，我们念佛的名字啊，比念人的名字还要简单，我们念人的名字声音小了可能对方听不到啊，或者对方耳朵不好，或者距离远了啊，或者还有重名的，他不然不认识谁。你念阿弥陀佛绝对不会存在这个问题的，他绝对知道，你再小声他也听得到啊，你嘴上没有出来你心里面念他也听得到，甚至你自己打妄想自己都忘记了，嘴上在念阿弥陀佛也听得到，这是不可思议的。嗯，不用担心那我念的佛管不管用啊，阿弥陀佛有没有收到啊，每一句都收到了，不相信到极乐世界以后，阿弥陀佛打开说你在娑婆世界念了多少句我都记得挺清楚，在某年某月某日在某某状态下你脑子打什么妄想，那旁边都写得很清楚，被编注他记得很清楚的，你放心大胆，我们每天念的这个佛之川十万亿国土阿弥陀佛都收到，说我自己念佛妄想纷飞阿弥陀佛也收到了吗，也听到了吗，那没有问题的。你像我们宏愿寺后面有一个电视塔，景亭山上有电视塔对吧，那么这个电视塔它对外发
发布信号。可是电视塔周围呢，经常看会起到很多云雾，云雾非常的厚，把这个电视塔都包起来了，塔都看不见了。请问这个云雾包的这么重，会不会影响它信号的发射呢？啊，不会吧。结果有的人，那个电视台的工作人员着急了，拿把扇子出来，这个云彩太多了，把它扇走，让这个信号发射好一点。这个发射塔就代表我们的心，这个信号就六字名号，这个云雾呢就代表我们的妄想，我们的妄念，我们妄念很多，像云雾一样把这个名号都盖住了，我们都不知道了，把这个发射塔都给它藏起来了。但是你念的名号，你念的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，还像这个无线电波一样，直接穿透妄念的乌云，直接的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没有任何问题的。所以大家念佛是很快乐的，跟阿弥陀佛那是很自在的，往那一坐你就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既是发射，也是在收听，就是我们这个心就发出了六字名号的一个波段，同时也是我们在收听阿弥陀佛极乐广播，它在发射六字名号的一个信号，我们收到了，所以既是发又是收，很自在的。每天要念念佛啊，平常都是念佛。那么称名的方法呢，就讲的太多了，这里不就不太多说，一般就大声念、小声念、金刚念啊、默念。总之你嘴上动嘴称念出名号来就可以了，甚至像观经下品下生那样，他都不知道念的是什么了，心里边也都不能够很清楚的记得，也只是依葫芦画瓢，像鹦鹉学舌一样念佛，这样就可以啊。你看有人要死了，大家阿弥陀佛的阿弥陀佛，他那个头脑都是很模糊的，他也不知道这个名号有多大的功德，也不了解阿弥陀佛怎么回事，好像我们听了这么多经典，他不过你念他也跟着后面阿弥陀佛四个字还念不清楚呢。但是这样念佛阿弥陀佛也知道啊。甚至我们不是读过念佛感应录里面莲雾玉缘豆腐，对吧，这样念佛也能管用，念的也不准，他以为错了，以为念是三个水菜，这个素菜水果啊，还念出来，这个都是让我们非常的不可思议的感应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仰靠阿弥陀佛愿力，人人念佛，人人往生，人人成佛。善导大师所开创的净土宗，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影响最为广大、持久、深远的宗派，至今已如海纳百川，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。